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蓝波中文版的德莱尔的扮演者，我是邵丁。德莱尔在剧中呢是一个，他是一个比较善良、天真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他身边呢又有蓝波这样的天才，所以他会。可能像我们平时会感觉就是我只要踏踏实实的干我该干的事情，我过完我的一生就好了。但是他身边出现了这么一位天才，所以他就开始迷茫，说我到底要干什么。然后他就跟随着蓝波的这个步伐在寻找自己的一个人生的道路。这个德莱尔他的原型叫德拉海耶，然后在历史上呢，他是也是就是蓝波小的时候的玩伴，就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后来呢，就是蓝波离开了他之后，他在历史记载上他应该是没有再见过蓝波的。然后所以就是对于他这个角色的这些历史资料就特别的少。然后我就是想对我来说是一个空间吧，一个自己填充这个人物的一个空间，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的发挥空间。然后我会去觉得因为蓝波和魏尔伦他是那种所谓的艺术家或者是伟大的这种诗人，所以我的认知当中，我觉得这些伟大的人啊，艺术家，他们的专注的东西是他们执着的。比如说我写诗，所以我就会特别在意诗这个东西。我可能我不需要吃饭，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德莱尔他才会对任何的事情的态度，他会有更加明确的这个表达。他会觉得啊，我要去吃饭，我饿了，然后我很在意蓝波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怎么样。他对这些事情就会有一个我们普通人该有的一些态度出来。辛苦的地方有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像蓝波和魏尔伦他们是有历史记载的，这个有背景资料，我们可以去看他在什么年代做过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人物的一个走向，包括他的心理的一些动态，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这个样子的。但是在历史就没有怎么记载这个德拉海耶的这个资料，所以我演德莱尔呢，我就是我有点迷茫了。对，就是我得靠自己去就是填充，觉得他这个地方可能会怎么去想蓝波的这一个举动，或者是魏尔伦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件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是对，然后就是按照一个普通人，因为我本身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那样的人，然后我就想可能我会怎么做。然后按照剧本来说他也有可能会这样去做，然后我就还是把角色可能会拉近到自己身上一些吧。有，而且我真的是这么去做的。对，就是因为德拉尔他是一个普通人，然后蓝波是他身边的一个就是天才。虽然说我身边没有说是这么一个天才一样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但是有那种很活泼很开朗很就是比较外向的这种人。但是对于我感觉的德莱尔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我本人也是在如果我不熟的情况下我不会去跟人家说话，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或者什么。但是后来做演员之后，我发现身边有那样的人，他们更擅长于跟别人去交际，我觉得那我应该去向他们学，我应该去跨出这一步。我感觉就是德莱尔对蓝波的这样一个，就是蓝波打开了他的一个精神的世界，然后他去慢慢的想去靠近蓝波，开朗了许多，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愿意去参与。是绿，对，我但是我自己就是德莱尔他自己唱的那首《妮娜的妙达》，我也很喜欢。但是这个绿的这首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
就是让我，就是我平时休息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突然哼就会哼起来这首歌，对，有种奇妙的感觉。花朵与果实，叶子树枝都在这里，还有一颗只为你不停跳动着的心也在这里，走向你，慢慢的靠近你，我的心中有一个梦，有你充满爱的指尖，温柔的包围住它。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那个魏尔伦和兰波在那个刚到伦敦，然后他们在地上写刻下了自己的那个诗，然后亲吻了对方的这个诗，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不需要有一个特定的让大家觉得哦这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怎么样，它可以有很多种意思，但是往往就是这种大家每个人脑海里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这样解读的这种意思的这些事情和行动，我觉得才是特别有力量的一种表达方式。欣赏、羡慕、爱慕都有很多很多东西，它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对，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它有很多层次在这一个行动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它，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场景，包括这个场景对于德莱尔这个角色来说，也是一个我认为是德莱尔的一个转变的地方，包括我下一场出场的时候的这些东西，我就会让我更容易的去抓住这个角色。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可能我更注重于那些，因为我觉得德莱尔他既然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他对每一件事物的态度都非常的明确，我感受到了什么我就反映出来，对，我对每一件事情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态度。但是我看韩版的时候，虽然他们演得非常好，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就是有一点模棱两可的那种感觉，就我这个地方也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那样去做，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我感觉他的态度不是特别的明确，他现在到底怎么想的。但你作为，如果说你是兰波或者是魏尔伦，你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的话，你可以这样去表现，但是在我感觉德莱尔他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平常人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还是把自己的态度表达得更明确一点会更贴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借鉴嘛，就是他们每一个演员身上我觉得好的地方我都会吸取过来，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更就是贴近我们中国观众的审美来传达出来，我觉得是这样。紧张，因为这是我因为我今年刚毕业啊，然后一下子就能演到这么好的一个戏，我当时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就是然后因为我之前演的一些戏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怎么说，就是演员很多，我们很多的演员去演一部戏，这是我第一次演这种小剧场到中剧场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戏，而且是三个演员，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算是一个挑战。因为那种大的那种戏，我们他的剧本会写的就是每一个人物他会衬托出来谁哪个地方，他都很就是自然把你烘托到那个地方，对，但是这个戏就只能靠我们三个人，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挑战，也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听说过三个女人一台戏，对吧？但是呢，你们没有看过三个男人一台戏，这是一件比三个女人在一起更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牛，牛，就是牛，就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会在演出当中，就是不断的在磨合出新的东西，新的火花，有意思的这些东西。会每一场我们都会，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可能表演的方式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所以每一场都是不一样的。大家看一定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每一场都要来。